男神进步是我。你现在出道多少年了？我看前面这个提示是22年了。前面没什么提示，对，前面没提示，没有没有。91年入行，91年22年，哇，塑造很多角色，比如说像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的郭靖，郭大侠，郭靖，《天地男儿》当中的罗子健，澳门街。白发魔女捉一行，超帅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那个郭大侠到底是哪一只手不见的？那是杨过哎，那是杨过是吧？那是过儿姑姑。这么多角色，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陆小凤。陆小凤，陆小凤，她很潇洒。那冲上云霄喜不喜欢？喜欢啊，喜欢。现在香港 TVB 最红的剧《冲上云霄二》，哇！现在这里应该是今年 TVB 视帝热门人选，同样还有这个吴镇宇，吴镇宇，你来预测一下。他跟我打赌啊，对对，哇，你们打什么赌？厉害吧？他说我一定拿不到。对，你们两个是一家人。对，香港的那个视帝，我觉得他应该，他觉得我拿不到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知道啊？对呀，歧视我。根据。不是，我是根据一直以来人家公司的那种规矩，应该轮不到。那你们赌什么嘛？如果他拿呢，我要请他3个月吃饭，都吃出去吃的啊，都是，而且都我不是大餐，大餐日本菜，因为我已经吃了20年。好，如果说没拿到，没拿到啊，惨了，我要送他一条那种一个手镯，手镯，他弟啊，钻石的那种，哇，求求你给我，求求你了，好贵啊，那个好贵啊。看过《冲上云霄》之后，我有特别好的妹妹在北京，完全已经疯掉了，就觉得天哪，十几年没有变样了。大家都觉得张智霖吃了防腐剂，你知道吗？永葆青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就没有啊？我觉得我们认识很久了，我们认识很久，你也一样没有变过。我也没有变。我刚才，哎，欧弟真的没有变过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直都这么高，你知道吗？他说皮肤啊，皮肤，对不起啊。哎，那平常是不是就是很注重保养？我。这个是天生的，很不公平的。说这个话很让人嫉妒啊。这个人呢，我怎么虐待他，不给他吃，不给他睡啊，他都是这样的。真的，我已经没办法了。哦，那只有吊起来打了。